演艺圈 Me Too 风波持续延烧，日前郭媛媛选择站出来力挺大牙，一同揭发陈建州的性骚扰行径、超暖行为，惹哭不少网友。控诉的行后，他于三日首度在社群发声，只见他晒出一张手绘图，图最上面他画出两个人，其中一个人更拿着雨伞，写下 Are you ready？ 另一个人则写下嗯。下一个画面就变成一阵风把雨伞吹走，并写下哇。最后两人被许多爱心包围，其中一个人似乎泛着泪，这张图似乎是在暗示这几天来的心声。这引来许多网友到留言区声援，谢谢你的勇敢，谢谢你勇敢站出来，我们都是你的后盾，爱你的正直等等加油打气的留言。Bye.